姆斯壮啊，他下月球的那一刹那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是什么话？这还不容易吗？这世界现在都留下来，我的一小步使人类一大步啊。错，没那么简单。哎，奇怪，那也没人安尼啊。啊，还是说错啊？对的，可能是气温一下去，哎，那加广啊！哦，慢不掉，答不出来啊！哎，阿姆斯壮下了第下月球的第一句话，哎，他讲了一个美国话啊。